收礼物更期待。汤圆吃什么馅？更喜欢哪个成语？成功触发一份来自太空的专属礼物。大家好，我是樱桃少女303的张一凡。88VIP 为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，在88VIP 元宇宙专属太空花园里，任你一颗去太空旅游过的花卉种子，等待太空育种，将它培育成型后就会送到你的手中啦。我已经抢先认领好了，感觉充满了仪式感。打开手机淘宝，点击我的淘宝，进入会员中心，就有机会兑换我的同款新年甄选礼。打卡来自宇宙的浪漫惊喜，祝大家新年如虎添翼，满满元气。